好，接下来请各位继续练习。这个要得到88公克的二氧化碳，需要用多少公克的大理石？里面有80%碳酸钙，这题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们的方程式算出来的是我需要碳酸钙多少公克，可是他要问的是大理石，这个大理石里面只有80%是碳酸钙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算出来我的碳酸钙要80克的话，大理石有100克。他问的是这个100克，他问的是这个100克，他不是问那个80克。所以你要把它换成大理石，这个大理石里面只有80%是碳酸钙，而我们的简单的化学计量算出来的是碳酸钙有多少公克。来，找诸位大帅哥、大美女上来。帅哥男21，有吗？35，有吗？没有35。有啊。35，2号22，21、22，还有女生2号，上来，上来，上来。不会写就给我写，我不会，快点。好，我要写很快。快点。快点！哎，左边啊，人家写我不会，没关系。这叫做抄写是吧？哎，你这样写我看不见了，你写的话我看不到了，啊，没关系，不重要。你这样写我不会了，看不见没关系。快点啦，这是女生二号，21、22嘞。好，赶快上来啊！最好是抄。22、21、22，赶快。快点。小心我的线！快点啦，天黑了啦！现在不要写，我没那么多美国时间了，赶快！小心我的线！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！你就写在左边，赶快！Give me a pen。Give me a pen。不然要讲 pencil 吗？哎，一支就好，一支就好。快点，快点！小心我的线！很熟悉的吧？写在那个台北新城五的右边，对，写那边，赶快。88，拜拜。88，过去点啦。哎，你要转过去让他。快点啦，天要黑了啦，没那么多美国时间啦。有啦，要传啦，传好了等。OK。语言抄都不会抄。你回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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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回家。你是啊，你先告诉我你答案哪一个，把你答案框起来，把你答案圈，把你的答案最后答案圈起来，把你最后答案圈起来。OK， 回家，回家。我说你抄连抄都不会抄。来来来来，不用，你回家了，你回家了，你回家了。你回家，你留着，你留着，我有话跟你讲。你回家，你回家，你回家。你回家，回家，你回家，赶快回家，回家。我们讲会议啦。回家，等一下就知道有没有了。答案至少是对的。回家，好，回家，来。未来的考题啦。第一个，你这样说是不对的。你的这个是对的，可是你这样做是不对的，因为你没有方程式，你就没有办法确定它的关系。你直接抄它的关系，这里有方程式写完，告诉你二氧化碳一摩尔，碳酸钙一摩尔，二氧化碳分子量44，所以44克，碳酸钙分子量100，所以100克，所以44:100，然后等于你的88比不知道，然后你在这里乱抄，还是在这里，然后在二三的200。然后呢？这两百是80%的结果，所以你这里用除法是表示你数学超好的，知道它应该是用除的，不是用乘的才怪。然后呢，除出来就算出来叫做250，所以应该像这样，对，答案是250，根本就是乱
啊，你答案是对了，然后你也是抄人家的，抄得很正确，可是基本上乱抄，该写前面写后面都搞不清楚啊，然后搞不清楚，所以的答案呢，所以答案叫做250。来，老师的方法，老师古时候教的方法是算木耳。假设我们要大理石 S 克，其中只有80%是我的碳酸钙，所以只有0.8X 是我的碳酸钙。好，就是我要找出那个 X 0.8X 克，然后带进去求。OK， 来，没关系。老师说算木耳，第一步写方程式并且平衡，碳酸钙分解成氧化钙跟二氧化碳。我有告诉你说，我希望你记这个方程式嘛 ？OK， 好，来，然后呢，第二步呢，乙酯跟索求都换成末，乙酯谁？二氧化碳，求谁？碳酸钙，碳酸钙，那都是克嘛，都是除以原子量或分子量，二氧化碳分子量44，碳酸钙分子量100，0.8×100，第三步呢？那有了摩尔嘛，那就是系数是摩尔嘛，所以就第二步就说摩尔数比就是均衡系数比嘛。第二笔谁的系数？二氧化碳跟碳酸钙的系数，直接照抄就好了。1:1，刚才不是有摩尔吗？塞进去，然后就做数学，不会算不要找我，找彩票老师贵，所以答案足。啊，改成用质量算呢？一样，你只要算0.8是质量，没有关系，一样。你还是要知道方程式，有方程式才知道彼此之间的摩尔关系或者是质量关系嘛。好，来，这个一摩尔44克，这一摩尔100克，现在有几克？88克二氧化碳，几倍？2倍，这边几倍？2倍，多少？2.8。这200就是个0.8X 嘛，这200就是0.8X 嘛，所以 X 就是250克，所以答案选猪，这就是我们的练习07 ，OK 吗 ？OK。